小孩该几点睡觉？大牛哥竟传递不良讯息。我儿子女儿他们也是早睡，他们大概晚上十点就睡觉，可是我儿子四点就可以起床。他小孩居然十点才睡觉，就是我让小朋友作息还是跟上课一样正常，每天七点半睡觉。那差点要吧？我小孩也是晚睡，但是他180几。我觉得大牛哥很乐于在电视上传递一些不良错误的讯息。对，今晚八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